你会有公主梦吗？会有大部分女孩子都有的那种幻想？没有。往前走去，透过一扇缝隙，想看个更清晰。因为它很多字的那个切掉的地方都是在附点的地方，我不做那个附点味儿就变了，所以字数还是得。啊，有一个地方我想改一下，就是。那个唱的那么好听吗？接不上。我在想，原本的是千百度，千百度嘛。嗯。我想是把它变成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行吗？就是前四个字，后四个字，就是四个字、五个字我都能解决。四还是五？就是我加了这两个，就是我想问这两个能不能行？如果行的话就这个，不行的话你要另外给我两句五个字的也行。就四个字呢，就是。哦，明白。这样加这两句是因为它本身有 melody 在，还是 melody？ 哦，原本是这个。哦。这个我去掉一个全字吧，都在你脚下。就看你这里唱的，这里少一个字，这里多一个字，这里边加一个啥？这个 OK， 这个，然后以内什么？以内皆空，或空无尘，你 OK 了、这个、？OK OK， 非常 OK。Hello， 然后里面有那个，我也是新拿到的。穿上衣高坐在车前的圣诞，好久看下乾隆一门未参加血战，亏他跟他连打就打完打，哦，心灵心有的颠倒，哦，曾走过海，肩负千百度，上天生气，永不虚伪。它就变成曾走过海，反复千百度，永远走读。你什么什么涌现，或者什么什么的涌现的话，那就不要你。曾走过海，可以，可以。啊，我对着现在的。哦，这个是节奏哈。对啊。没有没有没有 ，timing 是对的、我只是想晚一点进那个。哦，晚一点进那个。那个。我想从弱拍进。对，是这个意思。爱着你像心跳，难触碰。
也帮忙拜托记录一下，不然真的会自己悄悄拿回家的。谢谢，记得给我们的这二位嘉宾啊。好的，各位，那接下来要给大家什么？谢谢，再见，我们走啦，拜拜，辛苦了，拜拜。咱们去哪边？听到他跟你打招呼了，因为不适合一个声音，要两个声音叠在一起，那个感觉这首歌才会像那个味儿。那对，是啊。可以开了，导演三。我们先让那个。否则我可能还是觉得低音变得好一些。我现在低音，我觉得我的音准有点晃悠，我不知道外面，我自己听起来觉得有点晃。你拉，小心最后一格。没事没事。后面听起来是干的，但是低频的东西又有点挡，听起来反而。我让那舅老师在外面讲，因为地板箱现在都关了。不是，其实外面的音乐大是好听的。不是。但是干扰你这儿。我尽量。播出那边也有点反过来的东西，听你话筒不串。对，刚刚但是现场就是听起来第一遍就是大一点是好听的，那但是就是中间值吧，也不要关那么小，哦、对中间值吧，不会关那么小，好的，尽量，嗯。1, 2, 3, 1, 2, 3, 4, 5, 6, 7, 8, 9, 10, 11, 12, 13, 14, 15, 16, 17, 18, 19, 20, 21, 22, 23, 24, 25, 26, 27, 28, 29, 30, 31, 32, 33, 34, 35, 36, 37, 38, 39, 40, 41, 42, 43, 44, 45, 46, 47, 48, 49, 50, 51, 52, 53, 54, 55, 56, 57, 58, 59, 60, 61, 62, 63, 64, 65, 66, 67, 68, 9, 10, 11, 12, 13, 14, 15, 16, 17, 18, 19, 20, 21, 22, 23, 24, 25, 26, 27, 28, 29, 30, 31, 32, 33, 34, 35, 36, 37, 38, 9, 10, 11, 12, 13, 14, 15, 16, 17, 18, 19, 20, 21, 22, 23, 24, 25, 26, 27, 28, 9, 10, 11, 12, 13,
所以是需要把那个东西弄到琵琶上。你好了，就跟我说的，好的。3分钟肯定好的事儿，飞过去。那我也可以，现在就可以了，飞过去。现在给你带吗？是这个哈。啊，对。好的，谢谢。话筒应该是在。这首歌。
车在里面等一下。行行。行行行，丽姐，我们需要手环吗？这个特别简单，就十秒钟够了，特别方便。我先换衣服，你们先出去。现场就是什么状况都可能有，我都不确定我唱的准不准，我听不到。第一个字我应该进晚了，因为我那个聊天的声音完全挡住，还好猴哥自己在后台把那个音乐的那个声音又给我推大了一点。本来第一次唱新歌就紧张了，生怕忘了，就是不要跟自己那么忙啊。每个运动员也不是决赛的时候都跑得比训练的时候快的。是的，我也不是运动员啊，我也不是搞竞技，我只是说效果上面真的差，觉得差挺多，因为昨天那个刚刚好。啊，今天这首歌我很有感觉，《千百度》这个歌我录的过程当中，我觉得一直感觉有一种才思如泉涌，然后顺流而下。就我说我唱的过程当中，我就觉得我躺棺材里了。觉得有这个氛围的原因，然后另外呢，我也不是说突然之间这样，以前也有这样的时候，只是比较少，就情绪到了某一个点了，那肯定就是有正常人类的反应。我们先走了，我们先走了，拜拜，下次见，辛苦辛苦。